中国新闻社记者岳江向黄部长提问。刚才黄部长你也提到，12月15号到17号期间，大会将举行高级别会议。想请黄部长再更多的介绍一下有关高级别会议的一些信息，相关情况。高级别会议它的目标是什么？谢谢。好，非常感谢您的提问。这次高级别会议是中国是主办方。那么我们也一直在积极的筹备各方面的工作。截至昨天呢，我们已经有155个缔约方、2个观察员国、的167位部长或部长级代表的话呢，要出席高级别会议。同时的话呢，我们还有71个国际组织或机构的高级别代表也确认参会，有118位部长和35位国际组织负责人已经确认要在高级别会议上发言。部长们的到来能够推进这些议题的谈判，我是充满了信心。我也希望，我也非常期待他们在这方面的话为COP 大会的话做出贡献。我认为现在是让部长们来说话了，是让政治家们出来说话了。所以我希望他们的话呢能够释放出我们在这方面包括推动框架达成这样一些强烈的政治意愿。